鸡皮疙瘩起了一身。第三首歌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你们一块上去。六六六，六六六六六。千玺队长，对第三轮的表现感觉如何？最后一支舞了吗？然后我觉得我队里面所有队员都表现非常好，这三场秀都特别满意。罗志祥队长，我希望我可以把接下来的话，我想给奶球，奶球好像有话要说。大家好，我叫奶球，来自修楼梯战队。我现在想说的就是前几期的节目，一到排舞的时候，大家觉得 B-boy 真的很难很难编排。我今天就想告诉所有人，我们 B-boy 可以跳所有的舞种，但是我们需要信任，我们需要机会。我感谢我们修楼梯每一个人对我的信任，真的感谢我的团队，三支舞都相信我，并且我觉得我做到了，我今天我做到了。 B-boy 就是 B-boy。观众评审们，你们依然要在这样的气氛下投出你们庄重的一票。现场111位观众投票准备开始，3、2、1，请投票。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台计票。好，第三轮比赛的结果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。前两场罗志祥的修楼梯战队连胜两局，那么第三局的易烊千玺战队能否扳回一局呢？票数是82-29。在这一轮胜出的战队是我们队员，首先对这个编排是有信心的，因为亮亮也擅长这种嘛，然后包括也有我参与进去，整个氛围应该不算差的。在第三轮来说的话，技术面我们的确强了很多，呈现出来的东西是干净好的。在这一轮胜出的战队是易烊千玺战队。最后一场杨幂特别感动，大家每个人都跳得非常好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。对，这轮终于赢了，保住两个人，但是又觉得哎，
完了，我们队要走四个人。